各位老板大家好 ,OK, 今天来介绍和勋最新商品吊机机。那当初呢在设计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建浩呢我们这个团队有建议这个和勋的江老板觉得吸机机会比较有接地气的感觉，但没关系，他们还是取名叫吊机机，咱们就来看一下吊机机的概念。OK, 来欢迎您介绍 ,OK。好，这支吊机机啊，我们到货全部都是270。然后它有100号跟180号两只尾巴，每只尾巴上面都有标示号数。来这里，好，有一只100号的尾，一只180的尾，然后啊杆节插节处啊都有对准线，这都是两本杆，所以好吸带好收纳。然后握把这里都是做金属的，好，虽然说不是 Olympus 的，可是这个一般我们电锯上也不用担心它坏掉。然后这里都有做失手绳哦，很佛心。你要夹传杆架的地方也帮你做好，夹给他看会不会变形吧。铝合金，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刀的杆子的这个这个弧度，180号。哎，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刀杆的弧度。刀杆哦，刀杆的弧度。好，来，铅不用挂，铅不用挂，180号。哦，铅不用挂，来，吹了，刚吹了，看一下他这个吊机机。挂刀一刀。哦，嗖。哎呦，有声音哦，没关系，我相信核心的品质。来，哥吹了，我相信核心的品质。吹回了呀，哥吹回了呀。现在换直接吊铅比较快。OK， 好，180号吊一金铅，弧度非常漂亮，轻轻松松。而且这个鸡鸡的嘴不会破，马尾破破为鸡，OK， 然后再来换100号的。我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下，吊簧机建浩，我个人建议还是用一个缓冲绳的。缓冲绳呢，当然是说机机是这样子啊，嘴巴比较薄嘛，缓冲绳加着，缓冲绳也没多少钱，就加减加着，加减掉哦。啊，这个刀看看，来刀一下，这是几号尾？这100号的尾。哦，这卡跟 NQ 来。快刀一等尾。等快刀一等尾，要去。哦，嗦。更 Q。刚刚那个声音，我这边补充一下，新的杆子。新的杆子齁，它这边齁在刀的时候都会比较丢。因为什么？因为它的表层漆都有时候我们太张力太大，它都会有声音裂开。齁、一斤的。Q 度也是非常的 Q。刚好真的很适合我们西海岸。这个这样按内浪。敏度都还有。反正不管你按内浪我拢兴奋了。来电私讯报价。来电私讯报价。价格冰了。比不贵个阿丁，哦，阿里嘎多。